曾国祥和陈永森、彭浩翔三位导演呢日就一起出席分享会。作为影帝曾志伟个仔，压力当然都不少啦。但是原来曾国祥细个的时候是不喜欢爸爸做演员的。爸爸的作品是僆仔看咯，咁细个睇嘅时候就其实很不喜欢的，即系觉得点解老豆永远都要做啲一系就恰人啊，一系就即系博人懵啊，好鬼咸湿啊嗰啲咁样，就觉得即系其实你作为一个仔，你咁睇到老豆咁样，你会。即有啲難受嘅，咁但係當然即係而家同埋即係以前咁大個啲之後，你會明白啊，咁都係佢係一個演員，佢都係演一個角色嘅啫。咁同埋其實你而家睇翻，其實佢以前參與過咁多呢啲咁經典嘅戲咧，其實好值得為佢驕傲嘅。咁幾時兩父子可以一起合作拍戲啊？都想㗎，都想㗎，係啊。咁但係就未有好具體嘅咩計劃。下個月就係志偉哥嘅生日啦，有冇諗定點樣同佢慶祝呢？冇。永远佢真系最难谂点样送咩嘢俾佢嘅，咁唔知因为我都未问佢，我唔知佢今年会唔会搞即系大搞，佢其实佢点样细搞都好多人嘅，所以睇下佢边度搞先咯。